8月2日，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96万例，新增死亡545人。美国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达到79763例，超过去年同期。目前住院患者突破5万人，创5个月以来新高，累计确诊超过3512万例。疫情再度恶化，导致美国多个地区医疗资源告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警告称，德尔塔毒株正在美国中部地区几乎不受控制地迅速蔓延。如果想要控制住德尔塔变异毒株，就迫切需要提升疫苗接种率。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8月3日公布报告，认定多名女性指控州长安德鲁·库莫性骚扰属实。库莫同日作出回应，仍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性骚扰，表示他的所有动作都是善意的，但对他人可能造成的误会感到抱歉。他表示，其律师团队已经将己方对此事的事实调查公布在其个人网站上，供公众参考。尽管已有多人再次呼吁库莫辞职，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因为这件事分心，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上，8月3日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被警方击毙，另一名警察受伤送医。五角大楼防卫处发言人雷蒙确认五角大楼关闭，并呼吁民众避开该个区域。洛杉矶官员8月3日表示，居住在阿苏萨圣盖博河床附近的 La Real Park 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的数百名游民被要求在周二上午之前撤离该地区。该地区约有300名无家可归者住在帐篷或汽车里。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该地区张贴了一些告示，警告住在该营地的人将被视为非法侵入者，这意味着他们的车将被拖走，也可能会被逮捕。除了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湖南省张家界已经成为了目前疫情的风暴中心，防控措施也在不断升级。为加强核酸采样后的检测力度，张家界在该市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临时建立了13个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8月2日全部投入使用。来自长沙、广州、深圳等多地的160余名医务工作人员对全市核酸采集样品进行结果检测。工作期间，所有医务人员实行闭环管理，24小时轮流轴转工作模式。同时，张家界还要求全市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原则上不准外出。公职人员非必要工作一律在家待命，而游客在离开张家界之前需要配合完成3次核酸检测。